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那当然今天是礼拜一啊，台股啊反映这个美股啊 Dow Jones 对不对，纳斯达克费半指数的一个大涨啊，所以说总结啦，今天表现还不错啊，上涨了接近160点以上啊。那当然今天的话这个反弹啊，它是属于一个量缩啊。那一般投资人他就认为说，老师这个反弹量缩好像对于这个大盘不好，是不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反弹量缩啊，这个地方筹码面啊，它不会过于混乱。如果说一反弹，这个量就出来的话，我跟你讲哦，那后面就不用玩了啊，后面就不用玩了哈。那当然今天呢，按照我们开盘八法啊，告诉我们对不对？早上开一高嘛，一点高的盘势里面啊。投资人啊，多方的股票的话就一高过高哦，所以一高过高力道比较强嘛，所以尾盘啊上涨了161点，这个地方也出现所谓的承接。好，那当然今天是31号的话，这个大盘收在12900点这个月线的支撑以上。好，我相信我之前在演讲会里面也有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啊，大盘如果说要回升的话，第一个讯号站上6日均线。第二个讯号，6日均线跟13日均线黄金交叉。好，那你今天看到什么？今天上涨161点，6日均线站上了，13日均线也站上了。好，就都妈的，这个地方操作，啊，老师直接跟你讲，大盘即将要怎么样？即将要这样。好，这是严老师的看法。好，我相信我不管在演讲会的现场，还是说在这个电视台里面讲的，还甚至说在广播节目里面讲的，我相信都一样，啊，你都可以从严老师节目里面，啊，得到一个验证哈。那关于说大盘未来里面你要注意，今天啊这个航运类股啊还是往下跌，因为听说这个航运的一个报价对不对？啊，好像还在往下跌，啊，所以说你手中有航运的，啊。如果说你之前有听严老师的话，你可能有做调节的话，你今天不至于那么惨呐，啊，但是你今天还是可以来找我哈。生技类股现在开始反弹了，啊，反弹了，啊，所以说你之前可能有些生技类股啊，对不对？跟着那个老师去操作生技套一大堆的，你赶快趁反弹啊出一出，啊，那未来的主流是什么？对不对？投资朋友一定很想知道嘛，未来的主流是什么？啊，那除了 IC 设计以外呢？啊，全指股。好，为什么是全指股？因为大盘从底部这边，对不对？整体形态结束啊，它要往上走，它要补量，它要往上走，它必须由全指股来带动。所以说，你今天来看，对不对？台积电啊，这个台积电代表全指嘛，2454的联发科啊，上涨几趴？上涨接近4%。2327的国巨来。差一档涨停板，3406的郁金光昨天创新低啊，今天啊又上涨5%。好，所以说你看电视节目的投资人啊，严老师给大家啊几个字参考一下好不好？好，你就买全指股就对了。啊，赚个10%你可以卖掉，赚个15%你也可以卖掉，反正你有赚，你就卖掉。啊，这样子就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啊，那至于说你连盘都不想看的。老师，我盘不想看，但是我想赚钱的哈，那你就可以留意一下什么金融股，啊，因为现在的金融股啊，这底部啊，对不对？这个钉子线啊，打底啊，目前为止已经成立了，啊，非常强啊，啊，越到过年的话，它会越强哈。那最近有个问题啊，很多的一些投资人啊。当然喜欢看老师的节目啊，好，来参考一下哈。我这边节目里面还是要跟大家讲啊，本节目仅供参考啊。有很多的股票我们是针对我们的会员家族，我们没有办法说在节目里面第一个时间里面的话公布一些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啊。但是严老师的会员应该都知道，我们上个礼拜操作大获全胜啊。那已经过去了，我就不要再讲。那今天呢？今天好不好？涨停板的几斤？一斤？两斤？三斤？啊，最少3家。
还有另外一档是差0.5的，差5毛的，我们就不要算，我们就不要算啦。啊，老师，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老师讲假的话，下台一鞠躬嘛。我等一下会拿证据给你看，好不好？来看一下哈，上个礼拜五的来获利了结6%哈，这已经过去了哈。哎，上个礼拜五的获利了结19%，也过去了哈。来，上个礼拜五跟你讲这档股票啊，亮灯涨停板还叫你报，今天有没有持续再创高？尾盘有没有拉上去？有哈，好，上涨4%，4%啦，我直接跟你讲答案啦。那你从这个节目里面，你验证到什么？买对股票找对人，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但是你说上个礼拜赚钱，啊，老师今天有没有办法大赚？当然有啊，啊，我的会员啊有缴钱嘛，看着老师的节目啊，其实他心里面的感触啊是非常非常深啊。他也许说参加过很多的老师，哎，2个啊，3个。4个、5个，啊，反正他觉得可以相信的，他就去参加。每一次呢，啊，都是很失望，对这些投顾老师真的很失望，啊，为什么会很失望？好像上面讲的跟实际操作完全不一样。严老师会不会？我请大家来验证一下，好不好？我们请大家来验证。我跟你讲，现在的大盘哦。明天大概就是最后上车的机会哦，啊，11月1号，你不要说老师利用博给他供解，我今天就提醒你，因为今天啊是31号，31号我们都会做一个动作啦，叫做什么？公司月底结账，啊，刀猪狼熊多，啊，投资人讲的算，啊，有那种不良的对不对？啊，不良的插旗对不对？都要找严老师帮忙，我当然可以啦，哦，就限一天啦。你只要记得啊，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呐，啊，这个都是我们跟这个电视机投资人啊最好这个交流的一个管道，啊，不管你是加赖的也好，你打电话来的，几乎是有求必应呐，啊。好，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老师的操作，好不好？来，第一档股票，来，单股会员的，早上9:13，亮灯涨停板以外上涨4.05，我都直接跟你讲，单股的。啊，单股会员人数很多啦，啊，老师没有叫你卖哦，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再创波段新高，是吧？好，你先看这边哦，叫连续亮灯涨停板哦，你看简讯要看得懂哦，老师的涨停板不是说只有一根哦，它叫做连续亮灯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持股续报要卖会通知。谢谢大家的合作啊！这是今天第一通简讯，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啊，你不用惊讶，啊，更惊讶的在后面。来看好，第二通简讯，来特别会员的，啊 ，IC 设计这档股票涨多少钱？涨13.5元，亮灯涨停板。好，投资人是喜欢买到底部的嘛，对不对？好，这档股票符合大家的需求。底部翻扬，底部翻转呐，啊，还会再上涨，持股也是暴牢，好不好？要卖会通知，谢谢大家的合作。你这种简讯你看清楚啊，你们想买底部的对不对？严老师配合大家，好不好？我们配合大家的一个需求，买底部的涨13.5元，还不要卖，一张都不要卖。啊，老师有没有涨停板可以锁10,000张以上的？啊，你们都很喜欢这种怪物级的，对不对？我有，我直接跟你讲，我不会像一些老师胸口碎大石，每天在敲胸部要干什么啦？不用敲啦，你拿你的诚意出来啦。这通简讯虚伪造假，老师就下台一鞠躬啦，好不好？这档股票，老师你说涨停板锁了多少张？我直接写在这边好不好？锁涨停10,000张以上，啊，10,000张。真的假的？老师，有影无影？啊，我跟你来验证嘛，好不好？没有的话，你来吵我啦，好不好？魔力来催我啦，好不好？可以啦齁。啊，特别会员，啊，看一下齁，有没有多一个字？
有没有少一个字？啊，这边涨停板锁了10000多张以上，真的还是假的？你心里面很清楚啊，你心里面很清楚啊，心知肚明啊。啊，老师已经三根涨停板了，是不是？啊，对，三根了啊、哦。来，我们再看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再看一下，来，啊，一根涨停板，今天的哦，两根涨停板，三根涨停板，啊，你要卖随时可以卖，反正都赚钱了、啊，啊，啊，老师有没有那种创新高还不要卖的？有啊，这边呢、啊，来，两级会员，啊，尾盘拉上去了，对不对？尾盘呐、啊，我给你注明一下了。尾盘拉的啦，拉得很高啊，啊，尾盘上涨啊，再创波段新高啊，你看，所以说我这个简讯在1:30以后扣啊，我还是叫你不要卖啊，要卖会通知啊，谢谢合作啊，为什么不卖？因为他礼拜五亮灯涨停板嘛，礼拜四在亮灯涨停板嘛，对不对？那有就想要卖嘛，对不对？我说不要卖啊，为什么要卖？为什么要卖？不用卖，我有我的把握。好不好？啊，投资人注意啊、哦，不要想太多。你想赚钱的话，你跟上我就对了哈、哦。那老师操作股票一定拿证据给你看的哈、哦，不是我们的股票。我跟你讲，我在台面上面讲啊、哦，到处上也控疑啦。这次是不是我们的？你不要说老师这不是哦，是哦。你看仔细哦，啊，特别会员哦，啊，这张股票是不是我们的？是哦，啊。老师，这张股票是不是我们的？也是，也是啊，特别会员的啊，对不对？又亮灯了嘛，啊啊！这份资料有没有送给你？叫东硕，来导播拉近，是不是叫东硕？啊，我这边给你画两根嘛，对不对？礼拜五给你打开的嘛，今天再开嘛。啊，老师，今天东硕发生什么事情？啊，你自己看。亮灯涨停板锁了多少张？25000张。25000张是什么样的概念？今天总共成交4000多张，还有25000张买不到。你说哈、哦，老师现在跟你讲东硕哈、哦，也不好嘛。第一个你不敢买啊，第二个啊，你要追吗？啊，你要追吗？你也不敢追嘛。但是我在10月21号。你来到我们这个台北演讲会现场也好，来到我们这个北中南啊市场演讲会的现场，我真的我这一张每个人都有拿到啊，啊，你当时有来的，你有拿到的，我们来对一对好不好？东硕啊，啊，你现在只要做一个动作好不好？你要拿出勇气啊，好不好？你拿出勇气，你现在就可以出发，啊，现在啊登丢席啊，啊，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点哈、啊。严老师的节目时段跟大家报告一下好不好？啊，11月份开始的哈，早上的话还是三立新闻台，包含非凡58台，盘中的话都有连线的一个节目，啊 ，News98 目前为止签约成功了哈，我们一次的话都签1年，啊，老师的节目时段在下午3点，啊到3点半，运通财经台下午3点半到4点哈，那这个中间的话，我希望再加一个节目了哈，那未来的话希望说可以。服务啊，更多的一些投资人啊，哈，我们掌握这个嘛，就是说大盘分析是求准啊，那个股的一个分析啊是求标，对不对？好，那东硕讲很久了啦，我真的对不对？有人说会涨是因为营收的关系啊，这个当然会有关系啊，但是没有大户中实户在里面买，我跟你讲啊，这个股票不会动啊。10月20号啊，有人在问说老师第四支。第四支出来啊，对，亮灯涨停板，啊，我没有卖哦，我先讲哦，我没有卖哦，10月27号、哦，10月28号嘞，啊，老师你有没有卖？我也没有卖哦，我叫你拭目以待哦，你要卖你自己卖哦，啊，今天呢，啊，老师今天出现第五支了，啊，那又有人在问了，对吧？啊，老师第六支在什么地方啊？啊，我不知道呢。你不是每天看节目对不对？啊，从第一支开始看，老师好强。第二支老师更强。第三支老师强中强。啊，第四支又看第五支。
啊，现在第五支看到，现在要准备看第六支了。你这样子不会赢啊，你这样子不会赢啊，你今天锁了两万多张，你怎么会赢啊？你早点买嘛，好不好？买太晚了也不行嘛。哦，未来的大盘哦，即将要怎么样？即将要转折了哦，你要注意了哈。掌握转折，你才能够赚钱，好不好？那今天我公布一档股票啦，你不要说老师啊，你都看你接不看阿股啊，你都把我搞批判起来哦。我今天真的给你看，好不好？但是我先讲哦，本节目仅供参考，你不要看着节目说老师，我认为你公布的股票未来会涨，我要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啊，老师你介绍股票都很好。啊，我看到我就想买，也不要，拜托拜托，好不好？啊，拜托啦，好不好？真的跟单人真的很多啊，我直接公布了哈，来仔细看哦，来这张股票，营收、毛利率、本益比啊，都跟你写得很清楚，啊，最主要的股票会不会涨？你讲的天花乱坠，基本面很好，股票不会涨有屁用啊？然后你看到不？通家啦，通家叫通杀啦，你来哦，通杀啦，啊，这天霸王你来哦，一支啦，啊，一支，啊，这连续的哦，一支两支哦，啊，今仔日嘞，啊，老师拉尾盘嘞，好强啊，哦，你要卖随时可以卖啦，我没有说叫你不要卖，好不好？卖了就赚钱啦，没错吧？啊，会不会涨？眼睛擦亮一点啦。因为节目里面我们不能讲太多，啊，我们只要有赚钱啊，这个投资人啊就能够认同严老师啦，啊，那明天的话有一档股票好不好？因为月底结账啊，月底结账啊，真的，一年啊就，对不对？一个月就一次的机会了啊，我非常重视这个月底结账，为什么？老板不在家，你知道不知道？公司啊，老师想多，你知道吗？老师讲的算啊，那老师又比这个。投资人要矮一截，啊，所以说投资人今天讲了算，啊，记得哈，我一个月就一次哦，月底结账，你不要说老师，你们公司每天都要结账，没有哦，我们月底结账就你一次的机会，你说什么，啊，我们应该都会答应你，好不好？今天先恭喜了哈，来东硕亮灯涨停板，出现第五支、第六支，慢慢看，啊，特惠，来这档股票锁了一万多张，来。这一档股票来，看到了哈，不要卖，不要卖啊啊！这档股票，对不对？再创波段新高，你也不要卖，你也不要卖哈。今天的话，麻烦大家哈，来，公司月底结账，严老师最大诚意就在今天啊，一年就一次，就只有今天，只收一个月，只收一个月，会期直接到明年，明年哈，前面十位的啊，开放。啊，直接专线给你啊，所以你今天电话直接拨，好不好？你直接拨电话，名额以内，月底结账，我们都接受。这个就是回馈给我们这个投资人的哈，麻烦大家今天你要这个名额电话，啊，一定要拨通，一年就一次啦，只收一个月啦，会期到明年了哈。啊，今天电话直接拨进来，直接跟我们助理讲就好了，好不好？好，明天有一档股票在这边，你要做的，你直接扫描。扫描成功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就可以了哈。那明天这档股票一对一直接通知，用手机赶快扫描。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二十四小时帮您解盘。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爸爸，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啊。哦，我懂了，对方是干道，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没错，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志呢？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两边都直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知道让干道，安全最有道。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那当然啊，这个月已经结束了哈。那行情从明天开始的话，就会进入到这个11月哈。那老师还是要提醒大家，11月份啊，有个叫做选举的行情啊，选举行情这个啊，这个对于投资朋友来讲啊，这个赚钱啊，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啊。那 FED 的一个升息的话，大概哦，这个月再升一下，大概就两码到三码，已经接近到升息的一个末端了哦。那通膨目前为止也没什么很大的问题哈，最主要外的行情里面，除了11月啊选举的行情、季底做账、年啊，对不对？还有年报的部分，还有所谓的元月份资金行情，我相信这个都是一连串啊。如果说你真的对于台股的一个动态是非常的了解的话，那你一定知道11月开始到12月，一直到明年的2月，这4个月里面啊，就是大家啊反败为胜啊最好的一个机会哈。那老师的操作的一个重点啊，还是放在点足够啊，点足够大概我都赚到钱，所以老师就做电子股哈。那我们都是去买那种底部起涨的领先股，啊，我们不会去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股票啊。那你拿到简讯跟老师在节目里面对的话，我相信都对得起来，好不好？好，那还是要恭喜这个立台的哈，有做立台的人，我相信，对不对？啊，这是后期的哦，啊，你跟上严老师，你有做到立台的，啊，我相信创新高，今天还在涨嘛。那你应该都是赚钱，好不好？啊，都是赚钱。你要领先市场，好不好？啊，你要领先市场，对不对？买立台的，啊，买汉讯的，啊，今天也一样嘛，也在涨，对不对？甚至说你去买青云的，啊，怎么的？应该都探底了，啊，甚至去买第一桶的，啊，今天的建基，对不对？你拉回不买的，今天又来到涨停板。啊，今天又来到涨停板哈。那老师在这边跟大家啊，先讲一下哈。参加严老师的团队，记得纪律操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哈。明天这档股票开放给我们，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看老师运通财经台啊，长期锁定的啊，有扫描 QR code 的，有加 LINE 的都可以加一，直接加一哈。那明天这张股票我们就会一对一的直接通知哈。先恭喜哈，这个东硕亮灯涨停板，好，有做的人先恭喜你，好不好？今天的简讯来，单股会员来亮灯涨停板，特别会员亮灯涨停板，特别会员亮灯涨停板，锁了一万多张。明天的股票有没有比这一档股票要更强的？强两倍、强三倍、强十倍的，当然有啊！老师今天最大诚意，公司今天也是最大诚意哈。公司月底结账，严老师最大诚意就在今天啊！你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啊！我们一年就一次啊，只有今天，一年就一次，只有今天，只收一个月，会期直接到年底，电话拨进来
好，这个名额就是你的哈。明天这档标股，希望大家共襄盛举。严老师最大诚意，一年就一次，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会期直接到明年，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打败懒得动，动不动就爱水蛮牛。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现在上 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走到哪儿看到哪儿。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现在就扫 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各位观众，以下都是真实拍摄台湾桌球选手邱碧阳挑战绕过杯子管电脑，让大家。